憋了好久，终于能分享喜事，开心宣布怀孕的女星 Ella 照既定行程出席代言活动，接下来还将推出单曲，会一路忙到年底左右，跑完早已规划好的行程。没想到事隔几日，就传出 Ella 可能会退出歌唱节目《蒙面唱将》，猜猜猜。根据新浪娱乐报道，接受《蒙面唱将》专访的 Ella 对于育儿经已头头是道，她认为身教比言教更重要，必须亲自带领孩子去体会人生，探索世界。有了小孩之后，要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。早前经纪人叮咛过《蒙面唱将》制作单位，如果评审团猜错歌手，必须受罚时尽量排除 Ella。今日更是有好姐妹 Selina 代班上阵，网友不禁猜想 Ella 有意退出节目，安心养胎。虽然万般不舍，但为了孕妇以及胎儿的健康，节目确实有可能进行调整。